操！我好像一早，应该一那么早。刚好带一下，你来这么快，赶紧踩板。先起了，乔少可能是个孤独少，孤独少在七点排球，七点孤独，乔少一台，乔少一台一场，乔少九，他回去了一个，不回去。下吧，这个桥上一台机不要了。还要我朱蝶走。下把朱迪去了，朱迪下个夹子，我操，快好。再把门关了。我都不掉血，好难。大家古董搏击的，古董的一夹子扫掉，哎，别扫！他一夹，他这一棍子给我扫了，我心太崩了。就知道有人在拆我脚。你怎么到处拆我甲呢？拆
开夹子大户吧他，扫完了，快回头。哎呀，第二次，你就知道我要挂第二次了，来这么早。 我气球刀打不了，那我一血好。哎呦，不能 A 呀 ，A 的他们往上跑，我宁愿上去打落地刀，不着急，我上去打。 还是看有没有飞轮把我夹子顶，没有的话我开，还可以慢慢杀硬币，没有，着急还可以慢点杀硬币，开个门吓一吓他，硬币不就出来了？ 得关了，就差幽闭了今天。这边不会有地窖吧？应该不会吧？我操！哎呀，有地窖！哎呀，我这勾，我以为他下去救人了，把自己卖了。哎呀！ 看他，怎么还修了一点？耶，怎么跑我脸上来了？干啥来了？师傅，你干什么工作的？师傅，给我卡了一下我。哎呦，这个人在小门修啊？没有吗？不着急啊，有个移形，感觉我要移形到中场去。 看了没呀？哎呦，这给我脑壳，脑袋也有点突变。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我该先把中场囚徒的电给踩了呢。 完了，我感觉我要被盖板了。看他什么意思？牛逼，牛逼也跑了。牛逼在中场那个地方。哎，好卡了。 压满，压满卖了，可能要。对，这个后面，没耳鸣了，往身上排一排。真在摸这个耳鸣，他还是想卖。后面，哎，我在摸，哎，完了，我人没了，哎，你怎么偷偷绕四号去了？哎，不是哥们。 哎，他什么时候绕四号去了？悄咪咪的，我要裂开了。完了，我找不到勘探了。我要裂开来了，哎，勘探看到了，好像是。完了，裂开了，废了。哎呀，没好好守时，废了。 好手上还他一刀 UB， 我废了。那 UB 怎么还在给我绕啊？
但我挂了一台遗产，还行吧。这台遗产他还在修。看他，哎，跑红毯去了，他跑这么快吗？我一路上我没看到脚印啊。嗯，修开。这打波手势应该还行吧？他们因为他们还差一台整。这波人不能被偷，这波人再被偷就记了。不是你上挂飞，你来救人啊！你是真的牛皮兄弟啊！你上挂飞，你来救人啊！不着急，还有的打，但他肯定不能来救人的，他就是丢个铁的，搞我一下。应该都在等入殿道。小子在干嘛呢？小子，我也在保皮啊！别出来电我！等一下，这又是什么意思？拜拜，我才不管你。跑一路啊你！白枪一横，不是，你这里也是老是接电话。好像还有的鱼药，感觉入脸跑不到小门啊！我一定一起到小门把 U B B 走一走，我看来不来得及。不好，又必须要偷我人，不回。好，不偷我人，那就保皮吧。哎，这波被又必偷人好亏啊！他二逼怎么在？他从中场绕过去了吧？我看他往四号走的呀。哎，又平局了，爆量被平，波二结束了。下吧，我看一眼，这兵跑哪去了？人被偷了，说是。哦，他一直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讲就盘活自己了吧。没错，这当时低保还是有点急了，当时可以在交完一星以后先咋地还出来看一眼我封上大龙的一把翻版，最好的电方红军过来直接交枪保住勘探员群的一个墓地有一击我也下板了，不然我想追守屋。这一波看一下会掉他的话会掉吗？掉了，开始掉了，低保也是补了一波，没有让蜡全部掉完，那能上楼梯？那个蜡还是要掉。那我们看到楼上画家是修完一台米卡蒂，而且要跟着过来提画了，帮忙扛一点蜡。来，切，是的，两个人一起搬，89。这里准备丢一个磁铁给自己解晕，勘探员开始解成功了。是的，画也一直在画，你现在没有办法从画家下手，因为你技能已经交货了。哎，满了，画出来了，低保在打倒的一瞬间去看到那幅画，横向砍过去刀，那你这还行，有一个冲，哎，但是转不了点，并不是很好，两个人一旦
车没有变化，刚刚换换，得走同一个方向。但是跟队友直接说过，说跟大龙说的，说你跟我直接来，我这边直接放话。结果大龙可能没听到，直接先直播，导致这个头顶过百拿了刀，话也没有感觉有作用，对不对？哎，丢雷哥一接近没有风大击，他要被墙开掉了，看一下九还是八？哦，谢谢。那这样的话可以咋记还是不好移形态呀？没拉枪，这把他球逼的才好移形态。哎，他一个移形给我卡个板，太难受了。好了，接下来有针对吗？针对到了，而且索隆身上蜡烛，要不要再尝试喷？不过他确实没什么蜡油，没办法，放他走。这局面光有蜡，没有什么人来抢。下一波应该是得两个人，得换蜡来。必须要放出这波，让勘探员有一个牵制起来的机会。加团活的话，我加来，否则的话，你就只能三个人去想着办法打散跑。对。没吸回来。往上以后，看一下你自己的安排吧。选择让空军在上卡着，然后幻鹤也得过来。把、啊、这个椅子挂吧，把、啊、后面那个椅子挂，太容易二六了。这里还有个红球。外面是让路人在那边修，应该是拉拉来的。但是人好像要被偷了，这里想开个逃板，但是到了。这拉拉我大黄跑了。还能找到人吗？脚印是看到了，但是画家找到，移形不能着急交，你先确定身位，然后再交。对，感觉得吃完画以后再用移形改啊，毕竟马竞是走两排的，还这么不用着急跳。好，这个画 OK， 没关系，还可以补一个砸头，砸就砸了，砸完了之后用移形直接改上，现在就看这个移形的位置，好不好？一分。三个人一起过来保，这刀该出就出，不管先交一个磁铁，但是地堡马上就来了，而且他这球真的绝处逢生，其实现在完全不够，该出的直接出到外面，交一接，烫倒了画家，这里空军继续过来，空军也倒了，看到六十一的进度，其实还发出了一弹，现在就看飞龙了，就是你，顶了一下，没有顶开，这把球真的是为了三跑。而要进入一个多抓节奏了，你外面一个守墓人在进行破译，当时场上差不多太多，你让他怎么破译？画家必须得破呀，确实的叫，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讲没办法，是就有点多抓了，这种局都能不多抓的吗？感觉直接溜得很好，但是形态关键呢，这个版本的移形，移形这个点还确实给监管者带来很多问题，这个关键点还是两个人配合他，没错，见了失误，一换也没错，然后还顶到了他技能，让他直接就落到一个二进。是的，当然这个二进也没有能在实际上结果。那一幅画和感觉还得去大房追囚徒啊，这囚徒修得太舒服了。晚或者是谁说的早，他一定是沟通上面。他连电的，他把那台机就给躲了，怎么说？看空军等会修不修机吧，看能不能把他加枪逼个移形过去干他，有点看不到在哪放的棺材，那空军应该要出来修了，这里放，我操，空军不出来修，那我杀佣兵，反正我不去杀佣兵。给他三刀啊！杀 UB 也行。我操！牛逼啊！给了三刀，我操！看到 UB 了好像。我爱。哎呦！我刚那个可以。啊，还行，回来了。这如雷要恶心我了。往医院这边靠一点，他就在医院修。三台，你别修了呀，嘿，别修了。骂一次，反正是你救人是吧？就给他修我机，呼呼一顿没修。就等你下来了。
哦哟，卡这么死啊！我涛哥，还行，这棺材没用。我卡这么死啊！再加一个涛哥，就刚好算准我的猫了。还行吧，这棺材用不了了。小盒子吧，我去采盒子。估计救人去了，不着急，反正二阶也有了。着急有个移形。哎呀，这给他卡到刀了。我是 UB 就不重要了。卡就让他卡 ，UB 不重要 ，UB 最多来开个搏命了。等只猫啊，不着急，等只猫呀、啊。这只猫估计跑不了，这边也没用，这只猫。棺材也没用。和两个猫跳吧，看到他往后跑，刷台去了。一边还多修一台，去一边干嘛？哦。开门在累充送一个 UB， 还有这种好事哦，还有个脸在脸上，我操，福利这么大，哇，新手福利这么好的，把空军逼出去就等于用兵地窖了，看一下这里是不是地窖。看一下医院里不是张皇的，到医院没？因为他往这边跑了，这里爬地窖去了，难道是？起来了，回头吧，起来了。哦，在那里好像我看到了，看到了。对，嗯，还行吧，本来就是把平局，累充福利太好了，福利这么大。开门站送个气球刀，然后入脸还跑我脸上。坐下应该在大黄吧？我能在大门修个电梯吧？西道。我这里不太重要，你晓得。这还过了。
辅助过来抵要死了，小伙子。哎，他人呢？我操，怎么在这？耶！我操，移过去，眼睛瞟了一下，这我就看到差点，那这把怎么就没了？直接过吧。还行，把它往外挂吧，这个板子不太了。特殊还开去藏了一下，还行吧，抓了个休息快的。他们开去两个人没去。他就屁话吐回来，所以他应该要去洗掉的。你打一刀，这局跑不远，还有三个球。师傅，我跟你说，直接回头，因为他肯定看到我。我操！他小子去哪了？不是你这么玩游戏的吧？我操！他不是，他连我人都不知道在哪，他就自己跑了，我傻了。不是，那我真傻了。那我真傻了，我这一心一意。啊，他人。他人这，他连我人都不知道在哪，他怎么反绕我的胳膊？哎，我真傻了，他这能绕我的吗？他这不在屋，他直接往后边跑的。没分了，有的分他就死了。这边给他吸回来。哇，不是兄弟，他这么搏击的，我这裂开了。哇，还撒摇的。哎呦，这不还撒摇的，摇一下就下来了，厉害。哦，这太严厉了。哇，他能这么溜，他绝对是直接往后走了。他那波加速往后冲了，一点犹豫都没有的，我一点脚印没看到，一点血迹也没有。不是我那波那么明显的，我看我左上角那个关系场触发了，我就想反绕一下他，这个都没反绕到他吗？
其实我下次可以打个红蝶的这种，先打红蝶，反正他就不好利用红蝶，这么办？解叉了，哎，我就知道他家要解叉了，这么放就是有机会要解叉的。哎呀，你这砸我难受，但是还行，我当时包好像他要死了。哎，这勘探，就是你移形勘探的一瞬间，你必须立马出刀，你不管他在哪，你必须立马出刀，这样就已经会打到勘探。但是你如果不立马出刀，永远会被弹的，就有机会。但我就移形开他一刀。森哥要来救人了，森哥。森哥呢？森哥来了，来了森。看到你了，森哥。来一刀了。森哥在左边，还没到呢。整个掏下来了，啊，这个就有点笨蛋。只要沉默他了，不沉默他要28层了，他又理由加速了。再等直包吧。四哥过来干嘛了？他楼升，那一台小遗产。四哥干嘛这么装？秀我第七了，什么意思？四哥，什么意思？四哥。什么意思？没懂。还被他修了。还在个心理的位置。还到了就赢了。还不到啊。哦，大黄来的。大华来的说是。那我也得过去了，这个鱼币可能要过关，把机子也开了呀。没过半，可惜。这个都没过半。阿拉也不倒地下室，咱就可以回头了。等我一波移形让他倒移才可以用。
森哥怎么又出来了？森哥什么意思？他又出来了，森哥想我了，想我了呀！森哥又出来了。哇，这个板子还交了，这么爽！来几抖无所谓，拉拉在我脸上，他不拉拉救人啊，应该不可能吧？真是拉拉救人。都遗弃到他脸上去了。A 他一刀，我还带他移回去。他敢开的话，又来救人的心理，回头了什么意思？回头我脱衣行。开了，开了我就能挂了。应该不在最里面吧，在大华。给他一个。我沉默跳没出来。走一个，还砸个板。走啊，末班车去啊。直接连电，哟，他插我电风，哟，这排到影视了。嗯，这个没有那个人间失格的那个好像厉害，看着舒服一点。哦，我不会要被打死了。我这还是连着的电机，我还传它，我得修爆了，我得把电机修爆了。怎么切磁极啊？哎，我怎么切啊？这里好白啊，都看不到，怎么都切了？哦，调加是没切，调加是的我还能，哎，好可以四蓝，他打谁都不亏四蓝。四红等于四蓝，看等我囚徒能不能再律师再自己连一个电了。他还能吃两刀，这律师。0.3加0.3，0.9，哦不，0.6，你是1.9，还有一滴血。完了。不要啊！
们的地基要，那我们的血量要炸了呀，兄弟们。肯定依旧不是我救吧。抢完施救也行。我定好了我就切，我修了两台，我的还不修了，我的还修开吧。切，那强压师等我挨打，这魔术师不切就魔术师不能切，魔术师切了强压师没了。我这台机子多啊，这魔术怎么修猴台，那台机子很多，魔术师这律师怎么还过半了？哎，你怎么不救啊，哥们？啊！怎么全没了？完了，废了，全没了，完了！怎么回事啊？一瞬间。我靠！快跑！他用我的臭臂材质，快跑！他来追我了，那有机会啊！骗一刀，骗！没骗出来。他怎么没救人啊？这条尸，他不是吃一刀能救吧？还修错电机了，这条魔术师，完了，我地下室了。怎么救不下来呀？他是吃一刀都救不下来吗？这么恐怖！我过半啦！带个来电，带个来电，调压师这样也不会死，我也不会死，舒服的很。我还能溜，我还能溜，兄弟们，我还能溜。哦，我还能溜，我还能溜，冲冲冲！双弹飞轮直接冲冲冲！我操！嘿嘿！快修，快修，快修！别起飞，起飞我就电你。他发窗口了，走位。哎呀，不要啊，我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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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他是两个。两个坠落，下吧。那两个坠落没办法呀。